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南洋客总主办的《师承说客之谈文说义》第八集。这一集是由我们五级班浪客属工会客家歌唱班所呈现的，我们简称为五客团。我是五客团团长郭万福，再次的欢迎大家。我们五客团成立至今啊，已经有五年了。我们曾经受邀于马来西亚古莱凤凰汉乐团联谊社以及马来西亚客家文化协会的邀请到马来西亚表演。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让大家带来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第一首歌，是过帆南洋。过帆南洋是由那个南洋客总汉乐团林荣石老师所创作了一首客家歌曲。歌曲的内容是讲述我们客家人啊，从唐山到南洋从事了各行各业，那么在这里落地生根，出钱出力，建学校，建祠堂，光宗耀祖的一首歌。好，现在我们就马上有请五客团为我们带来这一首《过帆南洋》，有请。
谢谢，谢谢五阔团为我们带来这首《过番南洋》。我相信啊，线上的乡亲们啊，在年老的一辈看到这一幕啊，就有如非常有感触啊，因为这一个情景啊，就有如历历在目啊。客家人一家亲，根系中原同乡音，凝神千年古今梦，借神风雨万里情。这首客家谣呢，是讲述我们客家人啊，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是客家人相聚，那么大家有如兄弟姐妹的一般。好，现在我们就有请我们女生小组为我们带来这首客家谣。谢谢五阔团带来这首这么悦耳动听的客家谣。那么再多两天啊，就是冬至了。冬至来了之后啊，天气转凉。那么在以前的农作社会啊，开始就不耕种了，就是回家准备吃团圆饭。那么乡亲们啊，那些长辈啊，都盼望着孩子回家吃团圆饭了。
一般上在中国北方都吃饺子，而南方啊就吃汤圆。那么我们五级办案客属工会，由于是由于不同省份的客家人储存一个客家的团体，那么他们在庆团圆里面有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好，现在我们就有请这个秀霞、精英、天佑、陈怡、嫦娥、美丽为我们带来这一出客家小品《庆团圆》。讲到有特色啊，特别准时的哦。
打发，像每个位乡亲、乡乡亲，人家有谈过独自太过年吗？有。还些时候是从堂外的阿婆讲，独自太过年，因为秋天收割之后，春一到，天气又慢慢转凉，冬天就莫在冬天插秧，太家都提早转入家，释放团圆。共同团圆，又问他弟，又问他家弟的，独自最主要爱心物件呢？哎，阿弟阿弟，那是小爷，是小爷，是小爷，是小爷。哎呦，独自就爱爱心团圆，小爷，何况人家眼得讲的，没，是小爷。大明天家嫂不是这样讲的哟，不是不是，俺没搞买，那是小爷。你说什么？小爷，娘妈讲爷，俺让你讲，天上雷公啊，天下俺海陆丰，俺讲含小爷。不是小爷。好吵哦，死人夹起来啊，都两百二岁了，叫你五徒慢慢谈。慢慢泡，赶紧冲就好了。哦，莫吵了，汤圆好了，太高了是汤圆了。哇哇，好吃啊！今年汤圆啊，做到干亮啊，干开了吧？来试下先哦，干亮的。哎呀，你都不晓得啦，汤圆就要煮到又太又圆，外表团团圆圆，还要煮到甜甜的哦。希望吸到太大的肚啊！一年四季，生花都过到像蜜糖一样甜甜蜜蜜咯。哎呀，一到冬至，看到汤圆，就想到我家的先帝们，在唐山漂洋过海到南洋，就在两位不羁伴将落脚。我请问人家知道不羁伴将是哪个意思么？对哦。不羁伴将是属于马来话，不羁是山。搬家的床，以前因为搬我要做好长的雪山，太太当时真伟大，先发觉的师傅的辛苦，日日起早摸夜，从事各行各业，就有大雪山。我是大拍铁的，我是种菜的，我是去育柴田的，我是卖羊杂的，我是割树荫的。哎呀，当时的日子啊，过得真真的苦哦。是咯是咯，太家搏命做，日做夜做，搏命做，好辛苦哦。是啊是啊，后女啊，就是有那个机会，非常了不起的先辈，佮顶尖那个客家人那种顽强的精神啊，肯定可以给付出去，就是那种金海那个光辉啦。不过你点哦？我丢那个功夫，伊五分伊系物个客家人了，大家齐心，互相照顾，互相帮忙，团结一心嘛，天下客家系一家。系咯系咯，见祠堂又见佛堂。系呀系呀，今日这有你当小妹的功夫，让俺的后辈出这啲威神的团结。好。好，太家都讲得十分好，今天唐爷也是过来，所以要变强了哦。你再念出来讲一句好话，哦，有话代表，冬至团圆是唐爷，全家回家来团圆，身体健康寿延年，工作顺利又昌前，日日开心精神好啊。子孙满堂好过年，不计颁奖贺寿恭飞，恭祝大家冬至快乐。是的，这就是我们五级班浪客属工会的一个特色，由不同省份的客家人、相聚在一起，那么建立起一个互助会，帮助当时的乡亲。我们客家人啊，有山的地方必须有客，有客的地方必定有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首港南的客家山歌，
这首山歌啊，在本地很少听到，也很少团体在唱。好，现在我们就有请我们的班长陈华英以及我郭万福为大家唱一首《敢放百鸽敢响铃》。在脚站唱歌上半阿哥堂松山上同阿哥行人子含泪难开腰啊上爱阿哥呀难出生哦难出生金风破及路今夜更用冷路更痛那个山坡更太上呀更太上呀点过秋来情过了啊把那个便宜啊踩脚掌哦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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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山坡咁太上呀，咁太上呀，点过秋来情过了啊，把那个便宜那踩脚掌哦，嘿嘿。完了这首传统的港南的山头情歌之外，那么接下来为我们为大家唱这个景文啊，他会说英雄是怎么流泪呢？好，我们就让他来告诉你英雄泪，有请。各位乡亲，大家好。
滚滚长江水，黄河一派流，壮怕头前了，几多英雄为哟。人生在世，成功失败，一般般哟。过去的雄风来袭嘞，过去的雄风来袭嘞，过去的雄风来袭嘞，过去的雄风来袭嘞。人工留在墙上拆，浑身黝黑一条龙，英雄泪不可流，英雄泪不可流。耗尽了几多英雄威哟，人生在世，成功失败一般般哟。过去的雄风来袭嘞，过去的雄风来袭嘞，过去的雄风来袭嘞。人工留在墙上拆，浑身黝黑一条龙，英雄泪不可流，英雄泪不可流啊。滚滚长江水，黄河一派流，浪花淘尽了几多英雄泪。人生在世，成功失败一般般哟。过去的雄风来袭嘞，过去的雄风来袭嘞，过去的雄风来袭嘞。人工留在墙上拆，浑身黝黑一条龙，英雄泪不可流，英雄泪不可流啊。谢谢景文为我们带来这首《英雄泪》。那么大家看到他有流泪吗？好像没有哦，因为我们英雄的泪是往内流了，不是往内外流的。好，接下来我们听完了中国的传统山歌之外啊，那么我们就换入另外一个频道，就来到台湾。那么台湾的客家歌曲，他们又是怎么样唱的呢？他们的曲风以及他们的旋律有什么不一样呢？好，现在我们就有请舞客团为我们带来这首《山头情歌》，有请。
家歌，有传统山歌，还有台湾的民歌，就是台湾的客家歌曲。我们好像还没听到那个马来西亚的流行客家歌吧？现在我们就来观赏我们的团长郭万福，他给我们唱一首《客家人是有料》，客家人是有料的哦。大家好。客家人有料，苏公太家，嘿嘿有料。爱嘿爱太上笑，嘿好开心值得自豪。客家人嘿有料，杀富来变金条。开盘言笑，来讲招生，来问个赌毛。天中有群鸟福自现，乡村有气创造。来到半夜来有通宵，来让我世界来不好闹。得到来当我辛苦来对你笑，团结起走来领家道，世界客气创造，立功要吃到来不高傲，客家人嘿有料，客家人嘿有料，得到来多磨练，辛苦来对你笑。好开心值得自豪，客家人嘿有料，扎扎人心一跳，不怕会半人笑，爱讲招生爱问爱赌毛，天中有群鸟福自现，乡村有气创造。半夜来有通宵，来让我世界来不寒冷，得当来当我念，辛苦来对你笑，团结起走来领家道，世界切记创造，立功要祠堂来不高傲，客家人嘿有料。来到半夜来又通宵，来让我世界来不好闹，来当来当磨练，辛苦来对你笑，团结起走来领呀道，世界客气创造，立功要祠堂来不高傲，客家人嘿有料，客家人嘿有料，出门太敢，谢谢。好，我们听完了这一首了马来西亚的流行歌曲之外，那么接下来要介绍另外一首马来西亚的客家流行歌，这一首了。不过唱这首歌的人啊，他并不一定是客家人，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有请那个瑞宝来上台一下，我们访问他一下。哎，你好，瑞宝。你好。你大家好。我是福建人，不过呢，我跟客家人真的是很有缘。小时候我就住在客家村里面，那长大呢，我老公就是客家人。有样哦，你要讲客家话么？讲起来听起来，我们试一试啊，看你是真的客家人吗？会一点点还是福建人哦？哦，太家晚上好，我名是阿宝，我是福建人，
不过呢，俺老公在去客家人，俺去客家少，所以呢，俺要讲滴滴仔客家话。原来你个是福建新桥哦，哦，像滴滴仔，口水吸唔够多哦，你讲滴滴仔啊哈，而今年我带来冇介过。啊，今年我唱一首《泥水妹》。泥水妹啊，看那的，哦，有点冲冲的哦。有点用啊，嘿，有点哦。好，现在我们就有请瑞宝为我们带来这一首《泪水妹》。谢谢。对面的泪水妹，一家个担开来，阿公一樽。来帮旧旧的木架一担肩上，热晒来了汗，画几画毛像干，湿几重了都唔飘空啊，前世的爱江郎，太家公奶水妹，扎扎都要天才，老杀死要有痛快。跟心跳哦，呢度咯，要冲的咯，要摇，要摇的咯，扭的哦，哎呀，真系劲要哈。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另外一首歌。一般上啊，我们客家歌啊，在开始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先来这一句，哦嘿，开始了哈，唱完了六度。就是一般传统的山歌都是这样哈、哦，哦嘿六度，哦嘿六度，那就完了。那么现在介绍，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呢，是江西省哦赣南市兴国县的一个客家山歌《大扎山歌歌王牌》。王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横牌啊的意思，就是说两座山之间的七渠道路啊，好不好？这首歌来讲。是在本地来讲哦，是一个非常非常少听到的一首歌，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好，现在我们就有请华音美丽柳莲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大扎三颗勾网牌》。谢谢，我们的节目呀也来到了尾声了。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首好酒歌。那么这好酒歌啊，相信每个团体都会唱。现在我们五个团就以这首好酒歌来祝福大家一生快乐无忧愁，一生幸福吉祥多，好吗？有请五个团。Thank you.
谢谢我们五个团带来这一首这么好听的一首好酒歌。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啊，就到此圆满结束了。那么我们线上的朋友啊，以及我们现场的来宾啊，有什么对于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有什么批评或者有什么指教呢？啊，有吗？有没有人上来啊？团长好。你好，你好。各位乡亲，啊，大家晚上好。您对我们晚上今天的节目啊，四个字哦，四个字，好好，唱作俱佳。哎呀，唱作俱佳。刚才看到你们什么过番呐、啊，各抒佳话。哎呦，曾经我做过，所以呢，你们唱出了、啊、我们客家人是的，客家人有四德咯，马个德你的嘛，做德咯，讲德，识德，唱德。哎呦，按到德咯。哦，两边做德呢？哎客家人啊，从毛做到油哦，头先佮你讲诶，一讲钱都冇，要么讲的呢，讲麦鸡唱麦鸡，一声讲，啊，还有识得咯，客家美食啊，好名声哦，还有呢，啊，唱的啊，就是客家山歌响当当，讲得对唔对啊？啊，所以哦，系哦。我真的讲同阿啲，我客家人，你嘅客家神乜，我都讲到每噔噔嚟喎，样嗬。我真系阿啲，其实啦，阿啲人啊，好多地方系学习嘅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成立了五周年吧，所以我们本身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以及要学习的地方。当然，大姐，您这么的，各位乡亲，我们太客气了。对不起，我不是诸葛亮、战孔明，自吹自擂哦。我是与有荣焉啊、哦、身为客家人与有荣焉。好、哦、谢谢谢谢。希望来讲话是现场的朋友以及线上的朋友啊，把你们的批评指教留给我们，把我们好的地方带回去哈，帮、哦、我们宣传。好，谢谢这位大姐。谢谢、啊、对不起，我想用一句很感性的话、哦、还有感性的话、啊、很感性的话啊，与大家共勉。客家精神莫忘记哦，永远永远，谢谢大家。好，谢谢这位大姐。好，哇，这位大姐们唱得太高了哈，接下来哈屁股会痛哈。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一位现场的那个嘉宾要来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或者一些指教或者一些批评呢？我们再看看有吗？哦，有啊，来了哦。哎，这位大姐，请问怎么称呼您？哎，你好，你好。我是运河会馆。镜头在上面，来看一下啊。我们是运河会馆的三个班的团员，我看下个礼拜呢也要献丑了，要请大家支持，我们要来上场了。我是很喜欢唱山歌了，因为我才60岁才喝。开始学唱山歌，啊，我很支持客家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啊山歌都是很好听。这位是我讲起来应该是我的小叔叔啊，啊没有，我们小辈叫弟弟啊，小辈、也跟我是同姓的哈、哦，啊大家都很好，他们今天的节目真的做得很精彩，我要多多向他们学习。哎呦，我们的长辈太客气了哈、啊！我想当年啊，多多学习。他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啊、我在台下，他做观众还看着呢。没有啦，不知道在唱什么歌的。我们都还没有很会唱得很优秀了，我们还是要多多学习了。我们现在是有一位老师来指导我们，现在我们有稍微的进步一些了。谢谢大家。好，讲得真的太客气了、啊、谢谢，好不好？好，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么我们也期待哈，我们下一个星期啊，由运河会馆为我们呈现的哈，那么希望我们大家多多的支持，多多的鼓励哈。好，谢谢大家。那么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圆满结束了，谢谢。